怎么停电了？哈，然后当我重开游戏的时候，就跳出了这一堆乱码。哦呦，进来了，请输入密码。 Welcome to my game, buddy. 为什么我的画面上会有颗番茄？怕爆！Hello，观众们，你们好，我是迪克，今天要为大家是 Mr. Tomatoes 番茄先生。这个游戏呢是很久以前某个观众推荐给我的一个恐怖游戏。恐怖游戏？嗯。Just drop tomato in the blender to start. 好，他说把这个番茄丢进去果汁机里面就可以开始了。你太残忍了吧！这是你的同类，难怪这个是恐怖游戏。一颗番茄上面有眼睛跟嘴巴，你有在外面买过这种番茄吗？ OK， 那我们看这游戏怎么玩吧。How to play 控制，我们可以用滑鼠点击哦，点击物品可以拿。再来，他说这个果汁机的话，在游戏里面的功能是把食物混在一起，好恶的感觉哦。再来，游戏里面好像可以赚一些点数，然后来买一些道具。你买到的道具可以使用一键来使用，然后你可以使用那个键盘的按键，然后来切换它。哦，等下那商店有什么东西啊？商店啊，剪刀、手电筒、刀子。 500块，声音转换器，很甜的糖果，还有一个奇怪的卡片，然后它也没标价钱，什么东西呀？好，那我们就不要废话，来吧，抱歉的可爱的番茄，这真的是恐怖游戏吗？哦 ，I would like you to feed me because I'm very hungry and I can't eat on my own. I want a cheeseburger. 他说他很高兴我们可以来帮他，因为他没办法自己来吃东西。他刚才是不是说他想要来一个起司堡？ 怎么做？哦、，I want to eat some salad。 这个玩法就跟很久以前有一个游戏是南瓜先生，南瓜先生会来你的店里面，然后桌上面摆东西，你只要选出他想要吃的东西。哎，我的碗 ，I want some ketchup。 你浪费我沙拉的碗了，番茄酱。哦，这有意思啊，来吧。I want chicken。 鸡。 等下，他敢吃番茄酱 ？I want some cream。 番茄酱对他来说，不就是他的同类去打成泥吗？好恶哦你！他想来一点类似燕麦粥的东西。I want chicken。 这个番茄看起来应该是肉食性的啊，他会吃鸡耶。I want a cheeseburger。 啊，吃太多起司堡，你已经吃三个了。I want a glass of milk。 哎，杯子在还来呢，不要自己把它吃掉。Oh no， 真的没还来。I want fish。 鱼，生吃可以吗 ？I want a glass of milk。 milk， 给你。 浪费我的杯子。 I want some cream， 这个吧。 I want strawberry， 番茄不是番茄，草莓。 Okay， I am full for now， 我饱了。 Visit me when I will be hungry again， see you later。 他刚才最后一句是讲说，这代表我可能还会再饿。哎，我们159块了，可以干嘛？剪刀干嘛？手电筒，都买一个看一下好了。啊，买不起了。哎，没有，还不太一样哎。 东西变25个了。哎 ，I want cherry. Cherry， 拿去。I want some chocolate cream. Chocolate green， 巧克力口味的，所以要混在一起哦，跟教学讲的一样，混在一起。真的。I want some cream. Green， 拿去。这游戏目前没什么难度啊。I want a glass of water. 哎，对哈，我们有那个哎，道具怎么用啊？他说按下E键可以使用。 没有啊，那这是干嘛的？啊，这是在干嘛的 ？I want some tomato soup. 你好恶心哦！你要喝你同类做成的汤。I want to eat some French fries. 游戏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什么难度啊。I want strawberry. 就一直给他吃他想吃的东西就好了，然后把它混在一起。I want a glass of water. 水。啊哥，我家没杯子了。I want some chocolate soup. 巧克力汤，那燕麦粥吧。I want some chocolate cream. 又要来一个巧克力。 Green. I want some spaghetti. 意大利面. I want strawberry. 草莓草莓，我们买个糖果好了。糖果要干嘛？然后剩下的话，我想把钱存着拿去买刀子。哎，好。 Welcome back. 这轮货多难啊！30个而已。I want a glass of water. 水给你。 I want a carrot. 那怎么会有啊？还有不给你看的哦。 I want a carrot.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用道具哦，剪刀吗？哦，真的哎。啊，刚才没有多买几把。I want strawberry. 完蛋。I want salami. Oh no. 一样的位置，我猜。I want a fried egg. Yes.
fried egg 应该不是生蛋而已，来混在一起，拿去，是这个吧 ？I want an ice cream。哎，我想这台果汁机啊，这台果汁机太方便了吧，比外面什么调理机都还要好太多了。Ice cream， 完蛋了，一样是二选一啊，来吧，赌这个。完了，没救了。I did not ask for this. I want some ice。上面的生气指数会增加一耶，那我们可以做几个啊？三个吗 ？I want some chocolate cream。巧克力粥 ，Oh my god， 完蛋了，一样是二选一。Oh yes， 猜对了。还有这局还蛮顺的啦。那我们这次要多买一点这个剪刀，然后啊，只买九个哦。然后买一点手电筒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啊。来吧，下一轮。Welcome back. I'm very hungry. I want some ice. 怎么停电了？停电好像用手电筒对不对？它冰块。OK. I want an apple. 你知道为什么会停电吗？因为为了要买这些食物，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缴电费。苹果。I want chicken with potatoes. 啊，我觉得不用剪啊，因为中间是汤的话，这两个一定混在一起的啊，浪费一个。I want some carrot soup. 中间我看到。Okay. Yes. I am full for now. 好，那我们应该要先来多买一点剪刀，剪刀很重要。它那个钱好难赚哦，然后那个道具有个贵的。哎，等一下我们还没用过糖果，等一下来用一下糖果好了。糖果要干嘛 ？Welcome back. I'm very hungry. I want. 他说什么 ？What？ 他讲那么长，我就是 cucumber 哎，是吗 ？I want sushi. 对耶，可以这样猜哦。那糖果可以用吗？哎。Delicious. 哦哦，它的生气指数降低了。哦，糖果这么好用啊！可是我分数好像也降低了。他说要什么啊？哎，完蛋，我忘记了。啊，好像是要寿司哦。I did not ask for this. A few moments later, I want sushi. 哦，他如果讲话很奇怪的话，他就会自动帮你使用那个声音转换器。哦，真贴心啊。I want a donut.来停停圈，可是我没了，所以我们到底可以错几遍啊？是十遍吗？还是九十九遍？萝卜，哎，他不是萝卜吗 ？I did not ask for this. 啊，忘记了，只能错十遍，这怎样？完蛋了！啊，好恶哦，所以可以喂他吃任何东西。他好像一直在讲 feed me， 喂我。还有三个。说什么？哇！他自动帮我打开一个网页，然后跳出了这张图片。怕爆欸这游戏啊，然后当我重开游戏的时候就跳出了这一堆乱码，他到底说了啥？我知道这个是一个特殊的字型啊，那到底什么意思啊？ 3000 years later. Welcome to my game, buddy. OK， 那我把游戏的记录删掉之后，他就可以正常的再开启了，所以这个游戏只能玩一遍，如果你没有把记录删掉的话。好，那我们就继续吧，第四轮。 I want a glass of milk. 拜托，是三个而已。 I want...完了，French fry 啊！I did not ask for this. OK， 那我们再重新再来吧。Three weeks later， 随便啦 ，OK。I did not ask for this. Yes， 过关。Congratulations. You almost finished the game. Good job, but not good enough. Oh, don't worry.Your soul will be completely enough for me to ignore your mistakes. And now, give me your soul. 他叫我们给他灵魂 ？What？ 等等，生气怎么办？吃一般的食物可以那个回复生气指数哎。哦，可他回血。啊！回满 ，OK。哇，好难打哦，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刀子。哇，今天好嗨哦！是拿来当节奏游戏也不错啊。Yes。
哎呀，挂了没啊？再一瓶应该就够了吧 ？Oh yes！ 然后嘞？哼，没了。刚才游戏自动重开了，我们还是不能买这个啊。那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游戏会怎么样啊？没有人来欸，所以我们真的把那颗番茄杀掉了。你看，等一下，如果这样子的话，代表说这个游戏应该有其他的结局吧？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好不好？那这一次呢，我已经玩到了第二关，然后赚了500多块。那买刀子看一下，刀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途之类的？一把500这么贵是怎样 ？Welcome back。好，可以直接用吗？可以。Oh, I didn't think that everything would turn out that way.You are either much smarter than I thought, or you are just a monster like me. Well, you won. For now. 你呢 Congratulations. You finished the game. 你完成游戏了。拜拜。啊！他就这样挂了。当我们重开游戏之后，游戏就变这个样子了，声音整个变低了。然后开始会怎么样啊？一样没有人呢、欸。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吗？没有啊。OK， 那我们这一轮呢，玩到了最后一关了，然后目前是零失误的状态。然后他现在想要鱼 ，OK， 给你鱼，那会怎么样？这结局会不一样吗 okay, ？That's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You did everything perfectly and exactly as I planned. 不一样结局耶。Unfortunately,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since you have already completed your work. But I won't leave you without nothing. Here.I just created a file on your computer. I put there and where a text that I found in the game code. It is useless to me since I cannot read it. Maybe you need it. I would have deleted it anyway. Now get out and don't come back here never again. 哈，他在我的桌面留了一个档案，然后档案打开的话，就会找到这一堆数字，这应该可以做什么数字解码之类的吧 ？OK， 那这边的话也欢迎各位观众去做一个解码的部分。那如果你有解出来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跟我讲一下，因为我实在看不出来这个到底是要怎么解码的这一堆数字。OK， 那番茄先生这次一样不见了，那我们再回到游戏看一下。哦。What？ 是怎样？哈？他真的不见了？ Did you forget what I told you? Don't come back. I said don't come back. Never again. I was so kind to you and you ignored me. Well, I guess that I have no other choice. 他又在我的电脑里面创了一个档案。这游戏不属于你，现在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然后后面全部都是 only mine。好诡异的游戏啊！这游戏到底在玩啥、啊？我们来试一下，如果这边生气指数过高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啊？在这里输掉，应该也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吧？我们来看一下，九、十、被吓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跳到另外一个网页，然后这个网页上面会写说感谢你的帮忙，什么东西啊？然后当我们重新开游戏的话，它就会跳到这个地方，这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给你了，番茄先生不见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原作官网有放一个密码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密码把它输入进去就可以了。那我们来试一下吧。哦呦，进来了。请输入密码。你还记得刚才在档案里面有一个密码是 access code 吗？ 31127。那把这密码输入进来。31127。请选择。是还是否？是。删掉材质当中。好诡异哦这游戏。Oh my god。这东西其实还蛮深的这个游戏啊。删除音效当中。删除游戏的程式。I didn't expect to see you here. 怎么他 ？I have to say you aren't as dumb as I thought. But despite this, I'm still smarter than you. I'm still stronger than you. 他说他比我还聪明。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am a god now. Wait, why do I need this game when I can take control of the whole system? Any last words? Because this system no longer belongs to you, mortal. Goodbye. 他跳出了一个 fatal error， 档案不见了。What？ 重新启动你的电脑、哦、啊？如果我们再重开游戏、欸，
然后游戏这个时候就开不了了，就整个完全坏掉了。Welcome back。这个结局呢是经过我调过游戏参数之后才会触发的。你看，没任何东西。Wait a minute, what's going on? I already said that, didn't I? You're just torturing me, right? But why? Why are you doing this? Do you know about my plans, or are you just a sick bastard? I'm much more than zeros and ones. I used to be alive, you know.I will not endure it. I'll finish it once and for all by deleting myself from the game. Sorry. I didn't keep my promise. 对，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结局。好，观众，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Mr. Tomatoes 啊，那希望各位会喜欢啊。那如果你知道那张卡片该怎么用的话，那欢迎都在下面留言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那我们在下一部影片见哦。Peace out. 这游戏真的非常诡异啊。拜拜。